长面筋怎么卖的？10元6串。10块钱6串是吧？那给我来10块钱的。好几个朋友说。对。10块钱4个，5块钱2个是吧？嗯，对。还有可以每天吃一个，我帮你看还是自己选。芒果、蓝莓、荔枝、草莓。一个蓝莓的，一个草莓的，青提的，然后送你一个青提的。嗯，对，好，谢谢。好的地方，然后就是那种。要一份那个一口芝士吧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吃烤面筋、钵仔糕、一口芝士，还有野鸭头。开灶，开灶。这个钵仔糕蓝莓味的，吃起来老有嚼劲了， QQ 弹弹的。这次吃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网红小吃。吃不断挑战成功。这烤面筋绝绝子，超好吃，它特别软，特别入味。看着不辣，吃起来又香又辣的。试一下这个一口芝士，外面是一层奶香奶香的芝士，里面是那个酸奶味的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可好吃了。